欢迎各位回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电视活动《玉兰游梦想合唱团》，梦想与你无尽可能。接下来出场的这两支队伍，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关于春晚的经典记忆？有请谭维维率领的成都队。大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唱起是辞旧迎新，团圆饭啦七点八碗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哦嘿今儿要高兴。我们成都队的公益梦想是关爱那些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快过年了，这个节目献给他们。人呢？爸，我不回家过年了。谢谢成都队，掌声请出我们的队长和队员们。哎呀，这是一个看上去让人特别温暖，但是到结尾的时候呢，确实又让人有一些心酸的节目。但是不管怎么样，尽管儿女不在身边，有这么多的热心人、年轻人愿意把一台节目奉献给一个老人，我觉得这就是成都队整个公益梦想的精髓所在。对，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八位队长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心愿就是宣传我们的公益项目。我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想了很久，也是鞭策我们自己，其实每次回家就是陪他们吃个饭就走了，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过年的时候能真正的陪在老人身边。
还有谢谢我们翘夕阳的阿姨们，谢谢你们，翘夕阳的阿姨们很厉害，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征服了无数观众的一支老年人的骄傲的队伍。您是队长，怎么称呼您，大姐？我姓王，我们是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翘夕阳舞蹈队，在此先给各位老师、评委、观众同志们拜年了。谢谢王阿姨。哎呦，真厉害，王阿姨，这上过春晚舞台的阿姨是不见过大世面，一张嘴就跟倪萍大姐一样啊。今天晚上几位阿姨往这一站，给咱们成都队的这个舞台增加了多少分量？咱们成都队一下子多出了好几百岁啊。您，咱们年龄最大的，年龄最大的一位是您吧？今年您高寿？78岁。哇，最年轻的也有55，所以您看，老年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快乐的生活和对梦想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成都队带来的节目特别的有意义，也不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关心自己家里或者是身边的老年人。翘夕阳的阿姨们站在台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老人，我们希望翘夕阳的阿姨们的笑容能够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们的脸上，这就是这个表演最大的意义了。谢谢，谢谢成都队，谢谢谭薇薇，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支出场的队伍将和成都队在舞台上一决高低的这支队伍，他们又会带来关于春晚的什么样的记忆呢？风吹着杨柳，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流。春节快到了，请大家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走得忙又忙呀，原来他要回娘家。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风你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送给丈母娘，右手一只鸭送给老丈人，左手一只鸡呀，左手一只鸭呀，来年再抱上一个胖娃娃呀，你呀一点喂。哎呀，新疆鬼都实施了，你还敢闯红灯？风吹着杨柳吧，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们吹牛，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的忙呀。我累得心慌慌，哎，老婆，我跟你说，这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我还要拎着你个胖娃娃，你把你的喂。哎呀，我怎么许见在？请新人到舞台中间。新郎新娘出列。大
大家看看这一对多么般配啊。陈老师，说真的，你就是参加了这两个多月，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刻？对，是不是这么开心？赶紧在决赛之前把个人问题解决了。常石磊他们的公益梦想是帮助那些在大城市里跟着父母来到大城市的这些流动儿童，他们放了学之后没地儿去，因为爸妈可能下班很晚，自己待在家里又不安全，又没人辅导他们的功课。有这样一个项目叫活力魔方，简简单单用几个集装箱给孩子们打造出一个课后他们可以去的温暖的像家一样的地方，让孩子们的幼小的心灵里面更多的感受到家的温暖。再次用掌声感谢充满温度的回娘家。谢谢大家，谢谢北京队，谢谢谢谢。但是比赛始终是比赛，对，我们再次请出由谭文辉带领的成都队来到我们的台上来，有请成都队。两支队伍再一次回到了舞台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现场的观众了。我们的200位来自北京各大高校和社区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43位梦想合唱媒体联盟的朋友，还有我们今天特别请来的50位来自音乐院校专业的学习音乐的老师和同学们，拿出你们的投票器，20秒钟，计时开始。1号成都队，2号北京队，请告诉我们您的选择。时间到，我们现场公证员正在对投票结果进行紧张的公证。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倪萍老师，维维刚才领着这些人在唱的时候，我其实挺感动的。所谓感动，就是他那个最后的出其不意，就是谢晓东那年的欢快，和现在我们逐渐的认识到，我们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家里每一个家庭都有老人，怎么关怀，我都看到这个节目的魅力。比如说石头第一次能够舍得自己滚在地上被打，实际上真的是为观众表达你那种真诚的愿望，就是你希望帮助那些孩子们需要的东西，这个真的特别让我感动，我也觉得很有魅力。你要让我投票，我分不出高低来，我希望他们能分出来，他们心比较狠。谢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在我们的观众手里投票的结果是怎样的，有请两位长安公证处的公证员把结果送到舞台上，请你接一下。这么难的事你都叫我做， 我现在不敢拿。好，有效的票数，北京队70票，成都队200票，恭喜成都队。掌声祝贺成都队拿到5分，也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北京队。在经过激烈的第一轮评选之后，最后的积分已经出来了，到底是哪4个队伍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评选呢？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回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电视活动《越来由梦想合唱团》，梦想与你无尽可能。此时此刻，八支队伍正在等待着第一轮最后的结果，那么谁能够成为最终的冠军，谁能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同时谁能够获得最终由招商证券和苏宁易购提供的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呢？我们将在北京美丽的温都水城为您揭晓，我们共同来见证梦想，见证无尽可能。我们的公证员已经把这个答案的信封拿在手上，缓缓地走向了我们。到底最终是哪4队可以进入第二轮的比赛？答案就在信封里了。谢谢。这个时候，
Be a man， 该你了吧。有分数啊，前四名。我宣布，经过第一轮之后，各队的积分加上之前这一季每一队所有的积分，前四名的队伍已经诞生，他们是第四名广州队，22分；第三名呼和浩特队，25分；第二名成都队，26分。只剩下一名了，我们两个一块儿吧。第一名宁波队，29分。感谢另外的四支梦想合唱团，两个月的时间，他们一路走来，尽管在今晚他们止步于此，但是他们梦想的歌声会一直在这个舞台上飘荡着，因为梦想在，歌声就在。感谢我们四个队长和我们四支梦想合唱团的队员们，谢谢你们。这是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梦想和公益的爱也吸引了无数的人到这个舞台上来为所有的合唱队加油助威。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助阵嘉宾孙楠，九月奇迹。充满了祝福，爱别离，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
加油。女队长为我们带来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
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许一个愿望，让自己想想。接下来有请四位男队长给我们带来这首《真心英雄》。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真的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这里铺满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份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把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把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四名的队伍已经诞生，他们是宁波队、成都队、呼和浩特队、广州队。
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非常激烈的第二轮的 PK 比拼了。我们的赛制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积分，对，第一名的那一队，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宁波队，他可以来选接下来在这一轮他要跟谁 PK。 对，好，那我现在呢，我们就要请目前累积分数第一名的宁波队队长吴克群。我很感谢梦想合唱团，我终于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当一个艺人当久了，你想要赢，你想要比别人帅，你想要唱歌唱得比别人高，你想要做音乐要比别人厉害，你要赢死我的人。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一件事情，赢你不会赢全世界，可是帮助人你可以帮全世界。说得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把它当作友谊赛，一个友谊赛，很好。我跟小齐哥一直是 PK 兄弟，对，他们两个从第一场开始到上一场一直在不停的 PK， 不停的纠葛就对了。所以你要让这个纠葛一直到五百年以后一直纠结下去。你要善始善终吗？然后我跟伟伟也 PK 过，也 PK 过，唯独没跟杨千嬅。对，所以你要挑战一个妈妈。哎呦，胆子很大哦。我们反正就当作玩友谊赛嘛，玩出来。是，所以你选择的对手就是广州。广州，杨千嬅带领的广州队即将跟吴克群带领的宁波队进行 PK。我们的分组情况已经出来了，来，妈妈，杨妈妈，她选择 PK 你，你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公益吧。为了公益，是啊，为了梦想，是啊，那就 PK 吧。是，按照赛制，接下来的两支队伍呼和浩特和成都将率先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决战已经拉开了帷幕。有请谭维维率领的成都队为我们带来青藏高原。阿琼拉耶，索拉索拉哦。一座座山，一座
有请呼和浩特队。成都队，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0秒钟，继续开始。谢谢各位。现在我们的公证员对投票情况进行现场统计和公证。来。有请我们的公证员把结果信封走向了我们。哎呦，有点靠近耶，这个分数。宣布吧，获得这一轮胜利的是有效票数，呼和浩特111，成都153。恭喜成都队！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二轮 PK 了。率先出场的是杨千嬅率领的广州队，有请。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我们最在乎的洋爱组织可以得到你们的爱心，得到你们的帮助，希望我们把爱心公益一直传下去，谢谢。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吸取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只在乎你，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一朵花开就有一朵花瓣，好像的邂逅只有你是我的生命，好好的恩爱等待着朵玫瑰开，满山的鲜花只有你最可爱，山的鲜花只有你是我的真爱，好好的等待等待这朵玫瑰开，满山的鲜花只有你最可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上你。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着你。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上你。接下来两队将在这鲜花花瓣之上接受观众对他们的选择，再次掌声请出杨千嬅和广州队的队员们，宁波队的也上来，有请我们的观众评委和我们的梦想合唱媒体联盟的朋友拿出你们的投票器，20秒钟，一号队广州，二号队宁波，计时开始。
谢谢。时间到。掌声请出我们的公证员，把结果交到台上。谢谢，辛苦了。我们也是不看吧，直接往上慢慢的一行一行的念。第二轮有效票数，广州队117票，但是宁波队的票数，我们请上来一位特别嘉宾为大家宣布，掌声有请齐秦。欢迎齐秦来到玉兰游梦想合唱团。谢谢大家，谢谢。在您表达您的心情之前，请先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好的，宁波队，150分。谢谢两支队伍一直以来的精彩和努力。宁波队以150票胜出，但是最终四支队伍加上了5分的积分之后，他们最终积分的排名将会把哪两支队伍送上冠亚军的争夺之战呢？那我觉得名次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啊，我们在梦想合唱团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公益平台，那么能够让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能够达到他们的愿望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齐秦。那么接下来就请您为我们宣布最终进入决赛冠亚之争的是谭维维成都队，宁波队，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广州队和呼和浩特队在第二季梦想合唱团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无尽的动听的温暖的歌声。刚刚做母亲的杨千嬅，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和他的广州队的队友们为了梦想，为了公益而奋战，他们的歌声总是那么的温柔动听。比如说十年，比如说亲密爱，在这些歌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双一双来自亲人坚强的眼睛。因为广州队的公益梦想就是帮助这些身处困境中的母亲，比如说那个为了自闭症的孩子，每天早晨4点要爬起来去摆早点摊的最美的母亲林娟。在广州队的歌声里，我们总能够看到这些母亲坚强的身影和他们对未来无尽的希望和梦想，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广州队。呼和浩特是一支来自大草原的合唱团，他们在这支舞台上永远展现的是草原的辽阔，草原的胸怀。我们经常能够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听到马头琴，听到呼麦，听到长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他们的歌声背后，那些孩子们，他们的未来在一点一点变得更加美好和清晰。他们的公益梦想是为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争取到更好的教育的条件。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歌声，至少能让草原上更多的孩子在未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让小哥来为我们唱两首歌？掌声响起。
在这个梦想跟公益的舞台上，那么今天呢非常感动，那么借由我一首歌能够这个把所有人的爱能够带出来啊。那么这首歌呢取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响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这么美就让我留下来，留下来，有
从天上来，留下那万紫千红一片海。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叫我有时把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都唱得最炫的民族风，热爱民族之恋的时代。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只剩下两支队伍，宁波队与成都队。对，他们要唱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争取冠军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对，如果得到了冠军，会有100万的公益梦想基金。对，同时还可以带着所有的队员一起上蛇年的春晚。上春晚并不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是希望能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把公益向更多的人传递。先出场的队伍是成都队。吴克群率领的宁波队为我们带来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是我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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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走进我身边，手中火花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好像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真心喜欢我。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花照亮了我，你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照亮了我，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全场的朋友们，让你们好好的过一个红红火火的年。也会过去，把我去吧，爱情的火，爱情的火，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是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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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我们的两支队伍到舞台上。再次邀请谭维维的成都队来到台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为我们挑选出梦想合唱团第二季进军冠军的队伍。一号是属于谭维维带领的成都队，二号是由吴克群带领的宁波队。20秒的时间可以投票，计时开始。时间到。2个月的时间，跟八位队长一起，为了梦想，一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一直走，一直唱，一直看着它慢慢的发芽长大。到了今天，刚才那一瞬间，所有的大幕全部落下，突然你会觉得这个舞台是那么的不舍得。不舍得每一支队伍，不舍得每一个队长，不舍得每一个梦想。到底第二季梦想合唱团的冠军会花落谁家？掌声有请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员。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啊，心里也无限感慨吧。我们的公证员都看得依依不舍的。此刻本季梦想合唱团最后一个答案就在我们的手中，谁能够成为冠军，谁能够拿到由招商证券和苏宁易购提供的公益梦想基金和音乐梦想基金，谁能够最终登上央视蛇年春晚的舞台，稍后我们将在北京美丽的温都水城为您揭晓。我们共同来见证梦想，见证无尽可能。欢迎回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电视活动预览由梦想合唱团第二季总决赛的现场。我们也要再一次用掌声
请出本季梦想合唱团，其余的六支队伍和他们的队长也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有请。在宣布最后的总冠军之前，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惊喜，对，要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的合唱队，长沙队，找自己。经过网络票选，获得网络最具人气歌曲。北京队，爱的大荧幕。经过网络票选，获得最具创意节目。真的还想再过500年。长沙队和北京队每队将获得10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而接下来的冠亚军，他们的奖金又分别是多少呢？今天晚上的总决赛的亚军将获得70万元的公益梦想基金，冠军将获得100万元的公益梦想基金。我觉得这个信封此时此刻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已经拿不动了，我要把它交给交给我不行，交给我们的前辈。掌声有请倪萍老师、赵忠祥老师。在这个信封里面写着本季梦想合唱团冠军的名单。第二季成都队116分，宁波队150分，总冠军。我们高兴地宣布，梦想合唱团第二季总冠军宁波队。倪大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梦想合唱团冠军队，鉴于你们在梦想合唱团舞台上的优异表现，我们诚挚地向你们发出邀请，欢迎你们参加中央电视台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用美妙的合唱之声向全球华人送去新春的祝福。我要遗憾地告诉宁波队的队员，你们不能回家和家人吃年夜饭了。但是你们的家人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要上春晚了。祝贺宁波队。我们的公益梦想不会有尽头，我们的公益的歌声也永远唱不停。在这里，尽管我们决出了冠亚军，但是这条路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因为他们痴迷于这条路，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歌声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呢，所有收看梦想合唱团的朋友们，这个节目在你们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公益的种子，希望这个种子可以在你们心中发芽，然后它这个种子可以不断的传递下去。在此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八队梦想合唱团的所有成员，谢谢你们。我伸手触摸眼前的梦，仿佛在触摸手掌大的苍穹，每次心跳动总是梦在想我。家乡口有家卖杂货的，还有树木和鸟儿，还有大山与大河，他们的旁边是
方向还藏着梦，在每个人的远方点着灯笼，每个星光在闪烁，眼睛就微微湿润。我知道那是梦在想我，我伸手触摸眼前的梦，